有请部长，请部长。政委你好。部长好。是。早上到现在有很多的委员啊，对你的行事作风、你的专业啊，给你肯定啊，我相信你一定感到非常的欣慰啊。是，谢谢。我们也知道，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啊，都比较受人家尊重啊。同样的，自己的行为啊，大家都会自己也比较检点啊，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啊，就不会做太过分的事情了，尤其是上街头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这个3月21号啊，这个有10000多个私立学校教师啊，准备上街头。我们也知道上街头，教师上街头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事情吗？3月21号。我从媒体报道有看到这样的信息，教师会为了这个私校教师哈，他的那个年金的问题、公保转劳保的问题，准备要上街头。对，这个案子啊，这个私校退抚薪资啊，今年的元月开始已经实施了。这个是跟我们这个上年、去年呐、啊。我们这个司法还有教育委员会共同审，然后经过大会宴会，而我个人是提案人，而我的版本呢跟行政院的只有在学校和这个政府的负担方面呢有不一样，经过协商以后呢都达成共识了。然后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有一个附带决议，就是说要把公保转为劳保。当时呢不管是教育部的也好，或者是行政人事行政局的也好，劳委会也好，都在现场协商的时候就这样经过，然后呢附带决议也经过院会同意了，然后剩下呢就是要政府去实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行政这个行政院到现在都没有执行，所以他们现在要上街头。是对于这个看法，为什么我们立法院附带决议的事情啊行政院不管呢？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行政院也很积极在处理了哈。那院长也请了那个蔡新雄经建会主委，那时候还是政务委员哈，来跨部会，包括全序部、包括劳委会、包括教育部、人事行政局做协商哈。那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说公保转劳保，如果过去的话呢，他现在的那个年资哈，这个给付标准是0.65呢，公保0.6要提到1.55啊，那这个当中哈。劳委会认为说会影响到哈，大概60000多人嘛哈，那么会影响到800多万的劳工的权益啊哈，会增加2000多亿的这个退休抚恤的一个业退的一个金钱的负担，所以劳委会这边一直表示有困难。那全序部这个张哲生部长也很积极，也很挺得起哈，他事实上在总统府秘书长哈。还有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秘书长三个秘书长也召集相关部会呢，到总统府去开会哈。那到最后决定说，如果说真的到劳保去，800多万人这边有困难的话，那么劳工有反弹的话呢，留在公保啊，单独把它切割出来呢，把这个私校的啊，从0.65能不能提升到啊1.3或是1.15或是1哈，然后呢让它的这个业退可以提升哈。那这个人事这个前序部现在目前还在计算当中呢哈。那因为当时会有困难，是因为目前的公保呢没有年金化的一个设计哈，所以当时这些私校老师他没有按月哈缴这个年金啊，那么呢今天要领年金呢，的确是有一些困难。或者问题呢已经相关部分都积极在处理当中。我们最近也会跟教师会哈，处长今天晚上也会跟教师会来进一步来大家来谈啊，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可以解决的方式。那这个张部长在前天也亲自打电话给我，也关心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想昨天在这个行政院呢，这人事行政局局长哈也是院长也有关心，所以这个案不是不做，是有一些经费的负担的问题，目前正在协商当中。哎，我想啊，是政府对各阶级的哈是都是照顾到了，就这一片啊哈，还有这个就单单这一片没有照顾好哈。我想站在教育部长的立场啊，我希望说你要据理力争，私校要催。对，然后要催私校退伍的管理会、监理会也要都正式了哈。那私校的这个学生的学会也在拉平了。对，我知道。所以马总统是很关心，我们要讲总统是很关心这个案子。嘿，对。这个3月21号之前啊，是把这个事情定案下来，好，不要让他走向街头。真的，老师走上街头变成养成习惯以后，真的是非常不好，对社会观感也不好了。社会观感不好，对不对？是。然后对老师的尊严也不好，对学生的示范也不好。是。所以。这个部长好，希望
这个三月二十号，沟通，不要有这个游行的事情发生了，好不好？好，真的很拜托，诚挚的拜托。我们努力去努力努力，好不好？是，谢谢谢政委。然后刚才你也讲到，教育部你在八月的时候宣布高中职的那个，不论是公私立学校那个学费的问题要补嘛，对不对？哎，对，要拉平嘛哈。然后呢，99年编那8亿7320。差八亿多，八亿嘛哈，100年变26亿，2亿6哈，26亿，26亿，101年要43亿啊哈。对对。刚才也有委员提到担心就排挤这个教育的正常的预算，你刚刚说不会对不对？哎，啊，我也希望。我们要去争取行政院多给我们一些经费。就不会啊，你有把握争取到 对, 对不对？对，要去努力，就不会排挤，是，然后。就不排挤的话，也希望说不要跳票嘛，对不对？是是。在这里，我又觉得说，这个二年级、三年级的，好，你现在一年级的八月进去，那二年级、三年级的，对他们真的。那个二年级、三年级的弱势的哈，30万以下的还是免费了哈。那么60万以下的还是会补助2万。我知道，补助2万。我们平常对弱势或者是低收入户都有，但是今天我们一年级的新生是这样，同个学校嘛，一二三年级嘛。对不对？一年级的有补助，二年级、三年级哈，我是觉得哈，这公平起见哈，部长你好好的回去评估一下，是是，看看可不可以，也是想办法让这二三年级，因为我觉得什么都要公平，包括有专科学校的，念专科学校，专科也有，专科前三年有没有问题的，专科专一开始也是没问题，嘿，专一问专科对专一到专三，嘿。专一到专三啊，没有问题了哈，这个都是要平等啊，是是，要平啊，要平那个哈，公平啊，啊，希望刚才我提的呢，能够纳入进去啊哈，是是。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进一步呢，只有学费、杂费和那个私立学校，还有杂费，还有其他收入，这一些你们回去慢慢的评估啊。好，我是希望哈，看看尽量的，这个能够让觉得私立学校念私立学校的哈那个学生啊，比较那个心里比较平，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就是说私立学校。好，以前呢、啊，因为怕学生不足啊，所以学费不敢提高啊。哎，有没有这个趁这个时候调整学费来 A 你们政府的、那个？哦，他学费调整啊，要经过我们核定。哎，那前面他们那个学费全部都一样吗？那就是说以前高的人现在就占便宜了。他是杂费高，杂费高，代办会高。学费全部一样吗？学费一样，全国一样哈。是是是、哦，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哈。是。那另外啊，当然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慢慢朝向。将来如果有机会的时候，这个财政允许的话呢，私立大学的和技专的也是希望能够考虑哈。现在达到1:1.9了。对，我们是希望尽量的哈，能够那个私立学校、公立学校都能公平哈。那另外哈，我们的多元入学制度哈，不论国中生或高中生，还有高职啊哈，都是采用甄试的很多嘛，对不对？是是。但是呢，很多学校把甄试的时间安排在同一天，现在。你知道这个事情吗？因为我是觉得说，学生参加甄试的时候必须先自我申请哈，放弃这个很多科系啊，就有机会，比较有多机会。如果你排了同一天的话，他就对他们来讲是上大学，他们是这样的、啊，故意要冲撞入期的哈，因为他不同一天，你会舍不得放弃好多学校哈，那会增加你的这个负担呢、啊，学会报名的负担。很多学校到最后呢，五六个都同时录取了，只有按理就练一所学校，其他就空白，哦，变成他空缺，所以他有好处也有缺点的，所以他们也很辛苦，嘿，所以辛苦，嘿，就是学校大学啊，大学，因为你不同一天的话，你到最后我一堆人来报名，啊、我知道，收了很多报名费，结果，但是啊，我是觉得哈，希望让学生哈能够利用哈最适合，不要这个哈同时去，对他去选择最适合的去考教，他本来可以选择这一个，结果他又怕那个就选到最不好的，信息又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我们应该就都是重新来思考一下，是，好不好？我们那另外哈，第二页里面你刚才讲的哈，刚才我们蒋委员讲国中升学考试未来那个方向哈，你们要增加国中基测加考英文听力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研究而已啦。对，研究呢，既然有提出来未来的方向哈，我是觉得知识体大哈，就技术面来讲，硬体方面哈，你就没有办法做对不考试，有很多困难在，对不对？对。还有呢，现在国中的那个听和说的那个两项那个教学不足嘛，不足够嘛。那在还有一个一般学生不考就不教了，如果考以后他就会教。好，但是一般学生呢、啊、来讲哈，这个如果父母都是比较那个英文会的或高学历的。以后他就很吃香嘛，对，还有环境好的都去补习班了、啊，我是觉得变成那个阶级啊，以后会更那个。我们就希望医化了，
透过他助行可以学习。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话，你听力教育的那个方面对一定要加强，要加强怎么做好，这是很重要的。让学生不上补习班也可以学好，不要说随便啊，盲人就容易一个政策丢下来，不会将来不会，这个我会很审慎，我会要很审慎，管控很好，是好吧，要很审慎的去做了，是好不好，不会轻易来要评估了，对、不然不宜贸然的那个就这样做。我知道，我知道。另外哈，刚才我们提到大陆协议，马总统的时候竞选的时候一直把开放大陆这个学生来台或者承认那个大陆学生那个文凭了哈，是重要证件，但是现在一直都没有办法实现，一直到现在嘛哈。我觉得除了少数在野党哈，这个那个没有理性的，不是没有理性的那个在悲歌之外哈，其实还有部分社会大众对这个政策提着我们很重的怀疑啊哈，所以这个才造成我们的政策的延宕嘛哈。是，所以那你们所做的呢，就是发行那个纸本说帖啊，或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啊，是对不对？我认为这个功效是有限的哈。其实现在社会反对这个陆生来台或者大陆协议的哈，大都是中南部哈，是叫深力的支持的。你要他们主动去参加你的公听会啊，你要叫他们去看你的你发给他的资料啊，他们先入为主啊，哎，他不可能啦，不可能花精神花时间了去听你的啦。所以我是觉得说哈，这个怎样来化解哈，来反对者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是是。现在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南部电台我们也有。我有看到你们电视台说哈，教育部哈先导陆生来台或这个采认大陆学的报告里面哈，广告里面有，只要台湾的学校和学生有足够的实力，就不用怕大陆的挑战。是。对不对？是。所以我对你们多元化的政令先导我是很支持的，但是呢，我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好。这电视广告之外呢？广播也很重要啊，是是，南部人很喜欢看广播，对，南部电台我们也有，对啊，我们用被动式的接受，让他哈接受资讯哈，是是，然后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是，对不对？我觉得这样也很有用啊。大学也很积极啦，各大学都很积极，在还有呢，你广告的内容，我觉得也有改进的空间呐、我再过一下，还有一分钟把它讲完哈。但内容保守啊，只是强调有实力就不用挑战。其实啊，你也可以把说要去念留学的那大学生哈，就叫他现实来讲。还有呢，私立学校那校长教授，你这样跟他说少子化对他们的冲突嘛。然后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看到那个民进党的委员提出来说，在中国大他有做一个统计嘛，对不对？这个中国学生考虑留学的国家哈，台湾现在变成第八，有5%。那我们的台湾人口少，面积小，台湾还没合法化，对，我的意思说就不会来，不是我的意思说啊，还没有正式的弄，还没有上，还没上路，还没过，然后就有5%的这人要来念，表示说啊，大家对这个我们中国来台湾留学是很有兴趣的，同文同种了，是否适应又很好，台湾的、对不对？很有意愿的，对台湾的。那我在这提的特别提醒就，这么有意愿的，现在少子化私立学校的冲突，对不对？对，那大家都急。你们预算说一年2000名啊，我觉得太少了。那是刚开始花那么多的成本下去啊，干脆多弄一点哈、那是让他们来有学位的了，没有学位的就会很多。我知道有学位的，不要说2000了、既然要还那个，这个会随时减少子化的私立学校的、还不如多弄一点。既然这么多有兴趣，你看还没有讲就有5%呢。谢谢，是谢谢郑委员的咨询，谢谢部长，请回卫进事宜，请以书面。